52岁，我已经出道。我是张雨绮，是一名演员。我今年30加。我是歌手，我入行13年。我是张含韵，我是歌手，也是演员。我是李三一，今年30岁，我是一名唱跳歌手。Thank you.
昂首阔步，不留遗憾。谢谢七位小姐姐带来的《我期待》。